Oh my, oh my god！ 真的买到啦！你别走音小王子啦！那机上是那个缤纷乐的甜筒之后啊，哇哦！今天这款也是不得了的哦，金沙出味雪糕，价贵不啦？哒啦哒哒哒！来哦，最近在网络非常红的金沙雪糕来了啦！那我不得不说哦，金沙真的是拯救我的幸福啊！情人节送金沙，咿呀这阿爸啦！我是没有这阿爸啦。来哦，那我们的经典可可雪糕啊，这样一盒是249元哦，二三四，平均一支是62元啊，也安尼仅供想象的啦。好可爱呢，然后很像我们平常在吃的那种金沙，上面还有那个榛果的样子啊，闻起来都是金沙的味道哎，这要求真的厉害了。来，我们现在给它吃看看啦。